这个起步速度就有差。哇，起步有差，起步有差。哇，那个一个人的好轻盈哦。好快！我看你要轻轻轻轻，他有没有快？哎，小心被撞，小心被撞。哇，我们橘色的会那个踩的重量真的有差哎，感觉应该要先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射橘的，当然。司明帅，八库，哎呀，来，你现在难在吃着冲，对，倒退。那个水枪感觉是散弹枪，哎呀，一出去是枪好像不太集中，对，可是豆花有没有？他这里，哦，好像杨子怡那个纸已经都湿了，但还没破，因为他那个枪好像是四口管径的，四管口径的啦，四管，他射不远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破了没啊？他不玩了，他说啊，这游戏不好玩，我不玩了。对，谁不玩了？司明帅落后超多的。哎，有破了，不是有破了吗？你知道我看不到你脚板过吗？所以我看到小洞啊。他会激动到掉下去啊？对，有点逆风。对啊。哎，花花要不要往右边一点？好，这边上就可以了。司明帅，你要去哪啦？他太重，一直被一直往后。破了没啊？踩空了。哦，有，他回来。第二棒是谁？哎，那要同一个吗？还是要拿他的？你要卡住，要想办法卡住啊！我跟你讲，你骑的时候直接这样子，不是你直接可能的，不一定就是差着这样骑，想不要背对后面的，你会一直教我。那你后面你没有办法。拍谁？你等一下，可以把它挂着。等一下，那个要今年队第二棒。花花，这是一个挑衅的行为吗？他从头到尾用倒着骑回来，还是他不知道可以转弯？挑衅，这是一个什么挑衅吗？他停了，真的转弯很可怕。你还是要过来啊！下船，人家才可以上船了。你在这里，我们怎么上船？你怎么滑过去？水果。我们不管你哦，你自己想办法。那你就这样子回来吧。八股，我会，这样可以上岸就可以了。可以。然后就往前。直下，右转直进来。对。好，往左打。OK。到了。再次坐下。小心。小心哦！好，这个他给了，OK， Go， 第二棒 ，Go， 难啊！因为我刚本来是跟你说你应该要再往，因为他是给他很对，但是因为他卡住，哦，他怎么用就是。司明帅哈，就光在那边瞧他那艘船，大概就天黑了。他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一直对？我本来想说啊。我们两个男生一定要头跟尾，让司明帅先出去，至少让两个女生可以看一下。结果他变成是错误的示范，让我一直在跟他说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做。你很刁钻。哦哦，有酷哦！你看林香做的也不错。对啊，还有侧面。破了！好酷！因为他的位置比较前面，而且刚刚其实已经，但是他要去哪？哎 ，Hello！ 他那个回转，回转半径很大。因为往后，因为你回转要很大一圈。对，是啊，所以他那个直径，他的一个直径角度，你要怎么转？所以你干脆直接往后。没有，就跟倒车一样啊。对，他没有倒车也是这样。
啊，就可以这样啦。对。我想知道施密帅在干嘛。施密帅就他又往前了。哎、欸，他还没破啊！他还没破，他还没破。他跟林香一起往前，我以为他破了。哎、欸，那个把我的鞋拿来吧，我要换路上的鞋。你应该玩不到了。真的吗？不要放弃。对呀、啊。漂亮漂亮。压车才会转弯。啊？压车才会转弯。我要压车。怎么样叫压车啊？哎，随便，连林香都做的比施明帅。踩踩黑色的，不要这样了啦。施明帅，他背心他已经很强了。有空要出来走走，不要一直拍戏呀、啊。对呀，过了过了。转弯要压身体。回来了。你要挂那个小洞，小洞，小洞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他这样可以，他这样可以了。不要掉就好了。很快，你大概两管就破了。对啊，超快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过程船很重，我觉得都没有关系。重点是在那边，他真的桥太久了。好，等他上岸，姐就可以上去了哈。我现在是那一台，这一台。我现在心脏第二趟扑通扑通的跳。你这样子坐吗？要等他，等你上船，要等你上船，啊，上岸，上岸，我超紧，我超紧，女生船，女生船，过去，过去，女生在女生。军的位置好，军的位置好，等一下啊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小高过去的，哎呀，不是，你到那边的方式，你船没有卡好，你船没有卡好，就会永远上上下下的，哇，一管就破了。我觉得你这档戏拍完之后，应该要停一段时间，多上一点节目。好，加油！哎、欸，我们剩最后一棒了、欸。你们好意思让欣姐再打我们？我不是不要再，我们在这里。好了，好意思让她再那个多柔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换鞋。我真的可以换鞋啊。因为第三棒进来，我觉得好像没有悬念。你一个人脱掉了两棒的时间，你看他翻滚很快啊，他掉倒车倒掉头很快啊，有开车的没有？跟开车的原理是一样的啦。我错了，教你。孟哲耍宝跳，你太弱了。孟哲，你赶快赢，你赶快赢，不要听他们。孟哲，孟哲去帮我射破轮辐好不好？射破他，两个都射破。啊！等下脚抽筋！啊！脚抽筋！啊！因为我刚刚踩这个，然后我脚趾很用力的抠住。啊！啊！啊！哎，单元的速度真的好快哦！而且比较好操控。很好玩嘞！我也觉得玩很累，蛮好玩的。是喉好干哦！我就一直讲哦，就嘴巴一直张开。绕远路哦，没有他停车，啊、跟我刚刚一样啊。要这样，不过我刚卡了，因为你刚刚是直冲，对，而且我就不知道原来可以倒车，我以为是没办法倒，就只能前进。对。抬不动。你看这妈妈多辛苦，带着体重很重的。我等下踩得动吗？啊、就是我等一下。我要飘走了，教练。教练，我要飘走了。重有多重？教练，我要飘走了。我的疲惫。有没有？拜拜，拜拜。你要去哪？拜拜。飘走了。飘走了也蛮精彩的。我鞋子哥。你可以踩呀、啊，你怎么不踩？我应该有。你可以踩吗？你们最后一个了吗？对对。对刚才要上了，怎么办？不急不急，有点歪，直走就好了，直走。我不管了，直走就好了。他好像很累，直走直走。对对对，直走直走。下一个是谁？快！下一个，我要怎么办？来来来，继续，这样就好了。继续。好，那是歪吗？不会，至少有效果啊。对对，好，好嘞，有效果。来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我很害怕，慢慢来。我会骑得动吗？好嘞，骑得动，骑。上女配重的床，快，
我觉得李艾琪好像超级无敌紧张哎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插中间，会挡视线。会挡视线。现在那个，对，我觉得你勾着。最期待的就是、喔。对，你勾着。李艾琪，对，你用勾着。骑这个水行侠会不会跟他走很一样？哎呦！走！哎呦！走！哎呦，不错哦！很快耶！后面帮他拿一下，因为那个卡住了。因为我刚觉得这个钩子，刚这边有没有？我会歪一边，那个视线会挡住。对，不错啊 ，AI 级挺好哎。孟哥哥，孟哥哥加油！他们现在年轻人现在在很嚣张的觉得。就慢慢来就好了，因为我都还有最后一棒，他们一定会赢。我刚是不是去的时候很慢？输了，输了。对，刚那他一直喊我说：“欣姐，快点，你不是在旅游？”破了，他学你，他在那边嚣张哎，他学你，学我。他刚学，他刚觉得你倒退回来很帅，真的吗？他刚觉得你很嚣张，厉害。他说你怕，他觉得你是故意的。我不是故意挑衅他，对，没错。单纯只不会，不会的，不知道。还没破。怎么会那么久？用力用力。还没破。他去射其他人。他去帮忙。这么嚣张？这太嚣张了。他把他移开了。他没差，他帮他射破骑回来一样赢啊。对啊，因为你们还有做。对啊。他没有真认真的。他帮他弄湿。他只想弄湿他，弄湿梦那个人虎哥的脸。哈哈哈哈哈！而且李艾琪有一个问题是他手不烂哦，他的枪不会太强。哎，没有，他也在人骨前面就短了，我整个都退了。没有射到哎，我整个再亏一点。完蛋了！徐梦，徐梦泽，你帮忙一下啊！太射了啦！哇，这是我对白，神奇！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工作力很强。你帮忙一下。两个人射一个靶，搞那么久。还没。破了啦！终于太棒了！而且其实李艾琪，我后来发现他也是一个蛮爱面子，他有火包，我觉得他有火包。怎么样？怎么说？他刚就是一个感觉问题。啊！因为漂亮，我车子坏掉了啦！不理他，车子坏掉！屁啦！谁要了？我也回去。我往右边，但是他一直往这里。他吐了。新分点没下。他去哪里？我车子坏了，他下面那个 Pella 许梦泽，你不要做效果啦，有机会了，那真的坏掉了，爱情加油，先到的，你不要做效果啦，仁福哥，先往后，先这个赶快，先加油，我们有机会，没有啦，许梦泽在做效果啦，他很会玩的，他综艺人呢，出道那么多年，对啊。好，回去吧，你们回去没得分了。你带到梦。但这车不还好顶呢？来了，这里。教练不要管他，教练不要管他。不可以啦，不能救他。最后一棒以上岸为主哦，上岸为主。这里。耶，你好棒。耶！你好棒，来，伤害为主，耶！好棒！好，压一下左边，你压左边身体，可以上了啊！第五棒，左边，鞋子加油，拼了！你看我方向盘往右哦，但我还是在往左哎，撞他，把他撞倒，撞他。两个人先厮杀，不要撞我！喂，干嘛要？不要撞我！射达摩！而且我发现他那个射达摩湿一点，他会射中。你们两个都射达摩，他那个不要过来！你要去哪里？你们谁啊？喂！
哎，这不是我们的游戏哎！不要逼我！我龙头真的坏掉了，我看了好久，天注定了。我龙头真的坏掉，我要往岸上这里打，然后他就一直往反方向过去。等他们回来吗？喂，好可恶哎！我已经尽可能的想办法，要弄许梦哲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哎呀，但我的战术还不错吧？对，赞，还不错。但是好累哦。跟你在那边一瞬间要这样子推船的时候，真的很累哎。而且你后面再一个，你前面又推我，你真的是重拖哎。里面超帅，是很逼人啊，但是我其实射破它超快的。对啊，我好像两管，不知道两管还三管就破了。破了，然后结果没想到你就回来了。对，因为我刚好，我刚刚应该要再跟你并行，逼你到桥下去，然后我自己再赶快骑回来。哎，我刚真的是回不来，我的龙头好像一开始我去前面那里靠太近，没有，其实它被卡住。我后来发现它那个扇板啊，你转过头。它不会动，对，它不会有反应，所以你转过头，它反而是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。它只要一个角度，它才会，它没有那么往右弯。我刚要想要往右边走，我就龙头打过去，但它一直往左边走，我就完全反方向，是反过来。对，我刚到那边哦，人府都还在骂你，真的，有空要出来常常玩综艺啊，一直拍戏，对这个东西不了解也不行的。对对对，好吧，那休息一下，等上去看。